同志们，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同志告诉我们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在梁可夫将军的英明指挥下，我们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，终于保住了斯大林格勒战区。下面有请我们的美丽的战地之花华盛顿瓦同志上台。华盛顿瓦同志，下面请你在你的祖先华托斯基同志面前为大家跳一支舞。同志们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时刻，那就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好不好？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，河上躺着柔曼的青纱，他就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他就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梁可夫将军，我们胜利了。进来，沈局长。阳光医院拆迁的计划取消了。是，文件我看到了。沈局长，这阳光医院在我开发的地盘上，就像这眼珠钉、肉中刺一样，让我浑身不舒服。你答应过我，要用钳子把这根钉子给拔出来，要用镊子把这根刺给挑出来。不管我答应过你什么，你我咱们挡得住这红头文件吗？那咱哥俩可得好好谈谈了。条件咱们以前都谈过对吧？什么叫条件？条件就是我提出来，你衡量衡量能不能答应，你提出来我衡量衡量。咱们都衡量过，都答应了，条件才成立。这条件成立了，我才去操作呀。咱们以前谈的条件，不用我再跟你重复一遍了吧？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咱们谁也挡不住这红头文件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沈局长。我也再说一遍，你别拿着红头文件堵我的嘴，我付出的代价你也会的。哟，朱院长。哟，郑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们院长办点事儿啊。哎，我们阳光医院保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用拆迁了。真的啊？我不知道，国辉没告诉我。哟，我忘了你们俩的事儿了。祝贺您啊。是应该祝贺，不然一个医院平白无故的搬到郊区，这可不是件小事儿了。啊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哎。煲了汤，哎，打开闻闻香不香？你怎么进来的？瞧你这记性，你给我的钥匙啊！来，准备喝。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你怎么了？跟我说说嘛，没准我还能帮你呢。是阳光医院的事儿。这事儿我知道。是梁国辉告诉你的。不是啊，我不明白这跟你们卫生局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们是阳光医院的上级主管单位，难道你们会愿意人家把下级医院给拆了？算了，这事跟你说不清楚。啊，对了，郑姐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嗯。那个梁国辉是不是
爱着你啊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他为什么来找我，还说我们两个不合适？我们俩不合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他合适啊，他合适，你们为什么还离婚啊？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莫名其妙，非常莫名其妙。你变样了，这样比以前好多了。真的啊？嗯，是国辉。
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好吗？咱们要不转个院怎么样？为什么呀？等待一个眼角膜的出现吧，好吗？金宇，嗯，今天你跟海涛穿到我们医院去了？妈，你看见我了？哼，听说。你吵吵着要捐眼角膜。嗯，告诉你别在这瞎捣乱啊。妈，我要不捣乱，您能回家跟我俩做饭吗？做爷爷。你算了吧，你这么做是为了让我回来。行了，我不跟你急，跟我说说你的真实想法吧。只要你跟我爸好好的。不行，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啊。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。吃吧，爸。嗯。我想跟您说件事儿。嗯。您甭看思雨，思雨知道。华硕你应该知道啊。嗯嗯。他现在在医院呢。他眼睛让病人给伤着了，有可能国辉想要跟他结婚。我是说呢，如果国辉真的做出这个决定了，咱都别拦着，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祝福他们。那就是说我老爸现身了。胡说什么呀你，这叫负责任，学着点。